笑两天，阿妮笑两天，阿妮来笑两天，看看距离不用点赞。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食物，直到他到来。当耶稣被卖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祝谢，我们也照他的样式一起来感谢主耶稣。我们现在照你的命令排列这个宴席，为纪念你永远赎罪的祭，我们恳求你差遣圣灵分别我们为圣，又分别这些摆在你面前的饼和葡萄汁为圣，让我们领受这些，借着信分享你的身体和你宝血。主你恩典的帮助，使我们在灵里和培育长成于你恩典家里的一份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耶稣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这个就像耶稣的身体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舍弃他自己，成为我们的赎罪羔羊，舍身起了义。基督的生命，他也呼召我们说，你们也当这样做，舍弃自己，为了爱来成就别人，用爱去成就。之后他拿起饼来说，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新约，每当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我们请所有的服侍者一起来。就是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我要邀请所有在场的人，假如你愿意像今天耶稣的信息所说的，若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他。从此以后，你的人生不是为了自己的自私，而是为了爱。从此以后，你真的你愿意过着一个爱人如己的生命。我邀请你，你可以像印度圣雄甘地一样，活出基督真实的生命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要。”
使你们得安息。你愿意来跟从吗？你愿意加入这个爱的家庭吗？你愿意奉他的名一生爱人如己吗？吃完之后，耶稣举杯，我们学他的样式，这样举杯说：“耶稣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当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看起来是不是往下放进来？这杯就是新的药 ，a new covenant。这是葡萄汁，但是它所代表的是耶稣的宝血。基督徒在领受这个圣餐都是很恭敬的，这个就像在上帝的面前立耶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每一次看到了十字架，很多人不知道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，是我们的明白。来，耶稣基督为了爱世人，他舍弃自己。多少时候，
家庭最需要的就是爱，真的有爱。我就在思考，我能够给什么？谦卑在你面前恳求，当我们再一次献上自己做活祭的时候，求你监察悦纳我们，同时求你慈悲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持续这圣洁的交通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都能够荣耀你的圣名。